我自己預計即係6862咧，應該會出盈起啊？點解咧？你可以開翻對上幾個業績出嚟睇啦。我哋而家最緊要咧係睇翻半年對半年業績啊嘛。嗱，呢個就係上年咧6862半年嘅業績嚟嘅，就係做167億。嘅生意，但係蝕錢嘅，係蝕2億多嘅。OK， 咁但係咧，你會睇到點解蝕錢呢？其實咧，你睇佢個營景嘅時候咧，佢都有解釋到，佢咧中間呢一段啦，咩暫停堂食啊？唔係，中間呢一段咧，因為佢剁木料啊，剁到啲嘢要收皮啊嘛，剁到啲嘢要收皮咧，所以佢有啲減值啊，一次性嘅損失同埋減值嘅損失係大概2億半至3億3啊嘛 ，OK， 咁即係話咧，如果你唔計呢啲一次性嘅損失咧，半年嚟計咧，嗱扣咗呢2億半至3億3，睇翻之前佢個業績咧，其實佢係微賺或者唔使蝕，係嘛，即係都叫做有少少錢賺，唔計剁木料 ，OK， 咁但係做緊167億生意，係嘛，冇乜錢賺，啊你唔好計佢蝕錢，但係咧到全年啦，啊到全年嚟計咧，其實你可以睇到咧，佢係做347億生意啊，22年347億生意係倒賺翻13.7億。嗯 ，OK， 咁即係話，如果你淨係計6862嘅下半年，佢應該係賺10多億嘅，係咪？因為上半年冇錢賺啊嘛，下半年賺翻13.7億啊嘛，下半年可以賺得翻咁多。係啦。點解啊？就剁木料剁完咯，剁完之後就改善咗啦。係啦，就係剁完啦。咁下半年單淨係一個嘅即係叫做係22年嘅下半年，6個月嚟計，佢係做180億生意，就賺10多億。嗯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你如果咁樣去睇嘅話，佢上年嘅上半年係蝕錢，係嘛？而下半年賺翻10多億。咁所以今年嚟緊會出嗰份業績咧。就一定是扭虧的，所以很大機會會出盈起，但個問題是扭虧得來是賺多少錢，是吧？即如果你都是賺雙位數，意思是過10億，那應該就是一個即都是好的業績，是吧？而計算如果他一年每半年來計賺10多億的話，那個 PE 是還便宜過9922，還便宜過9922，所以我自己覺得他是很大機會出盈起，爭在就是說呢，你話而家18.幾，我覺得佢係有機會去翻20啊、21蚊嗰啲位，係啦，有機會，即係可能你預有10至15% 賺，如果正股。好啊，咁你問我論證咧，其實我都睇住只16442未出售。未出售，咁可能未來兩日如果有其他嘢食咗，可能會出售。好啊，因為市場上得呢一隻，即係一兩隻啦，仲有隻物仔啦。是叫做最貼價23.幾5倍幾槓桿的產品，其他我啲全部是離曬地啊，即係25啊、30蚊啊。咁你如果你話你想早過我買，或者你手頭上唔係好多其他嘅輪證或者好倉嘅，你可以即係小注買咗先，係嘛？我唔知道佢係咪會即刻接續係咁升啊，係嘛？16442。如果是的就冇辦法，到時可能上不到車，又或者可以買少少正股先。你想等佢回咗個盈起咧，已經睇埋對上咧，佢係半個月至一個月內會出嘅，係啦，即係話佢如果8月底出業績，佢係7月底至8月中期間會出， okay。 即係話早嘅就今個禮拜，遲嘅就下一兩個禮拜內，因為佢試過咧係一個月出，佢亦都試過14日前先出嘅。Okay。 所以是無定向的，OK， 咁唔好話諗住咧，月底前一個月前唔出就係冇啦，冇啦，即係只係 G 啦，係嘛？佢試過係10多日前出嘅，即係30號業績，佢14號先出盈起，OK， 試過嘅，咁所以就我覺得係99% 會出嘅啦。有個觀眾問緊6862，我個咩盈起盈景唔會出盈景㗎啦，係啦，係盈起幾時出？我點知啊？我咪琴日同大家講咗。佢係如果有盈起啦嚇，佢係介乎佢出業績前嘅2個禮拜至佢出業績前嘅1個月。喂，係啦，佢而家都炒緊佢咯喎。係啦，業績前嘅1個禮拜同埋業績前嘅業績前嘅2個禮拜至業績前嘅1個月，咁即係話如果當佢係8月底出業績，佢就應該係8月中至8月頭，係嘛？咁最快咪7月尾咯。我已經講咗話佢99%出盈起。